哎呀，我知道，这卖火鸡赚钱速度太慢了，但这只是权宜之计。我调查过了，什么口红、胭脂、猪下水，别人都有在卖了，让你去干苦力活又太大材小用。嗯，所以你去代写书信吧，代写书信这活适合你，况且市面上缺少你这。劳您费心了。哎，你先不要急着回绝嘛，我琢磨过了，这个生意无需本金，也没有什么技术含量，您呀只需要往那儿一坐，凭您这张帅气的脸，这姑娘不伤赶着给你花钱。我不是说你小白脸的意思，我的意思是这老天爷都把饭喂到你嘴边了，你再不吃就不礼貌了。况且你还欠着我100两呢，欠债还钱天经地义。除了代写书信，其他都可以考虑。行，那你到时候说你能干嘛。脑子脑子不愿意动，连脸舍不得卖，这个伙计还磨磨唧唧，小七都比你能干。太阳快下山了，这还不满这一筐，不要回去了。小七，好厉害！山猫哥哥好厉害！哎呦，这么快就满了，走吧，咱们回家去。